6月1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下，此次会见释放了何种信号？对此，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进行了解读。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还是表明中方呢希望跟美方一起努力来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另外呢，我觉得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这个拜登邀请习主席出席今年11月在美国举行的 APEC 峰会，因为这个是美方最关心的问题。那么习主席会见布林肯呢，也表明中方呢愿意积极的考虑美方的邀请。在此次会见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表明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和态度，提出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强调中美两个大国职责所在。习主席其实这里讲了四点意思嘛。第一个呢，那就是讲这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这个中美关系事关人类的前途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批评美方以大国竞争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处理从中国的关系是错误的。第三呢，表明中方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和态度，坚持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中方也无意取代美国，这是指表明中方的基本的立场和态度。第四呢，就是跟美方提要求，要求美方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时候务实理性，然后呢能够重回巴黎共识，让中美关系稳定，能够发展好起来。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创造了来之不易的积极氛围。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开展经常性磋商。吴新博认为，此次习近平主席会见布林肯，对接下来推进中美高层互动对话、解决两国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有积极意义。接下来一段时间呢，中美有望通过这个比较频繁的高层互动吧，来推进对话，然后呢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同时呢也推动在一些领域的合作，主要是这几方面意义。如果中美的互动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能够推动一些合作，那么就为习主席11月份赴美这个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气氛。此次布林肯也转达了拜登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再次表达了美方致力于重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确定的议程。美方遵守拜登总统做出的承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期待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保持畅通沟通，负责任地管控分歧，寻求对话交流合作。对此，吴新博认为，要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要看美方接下来的行动。这个表态他是一直在讲的吧？那么对中方来讲，关键还是现在美国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而不是嘴上在讲这些东西吧。我们关心的是美国的行动。